哇！哇！虽然这是我梦想的起步，但是你他妈还是把围脖拿出来吧，你个狂！老婆，想不想赚钱啊？想。想不想赚钱啊？想。把这个带上，吃掉一颗饼干，我给你10块钱，怎么样？真的？真的。行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啊！有事了！能把这个苹果咬在嘴里面，你购物车里面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你买下来。可三年？三年。好大。刘师傅，你看啊。我的乖。你要不要试试？乖了呗。小逼崽子，我等你半天了，我一猜你就会找我，你给我站着！打傻子是吗？打傻子，我让你打傻子，打傻子，还打傻子！Thank you.
你别笑。